11日，徐凯晒出居家日常视频。视频中，徐凯头发凌乱，胡子拉碴，毫无偶像包袱。下一秒反转，湿发狂拽酷帅，霸总外貌令粉丝纷纷发出鸡叫。不少网友则表示，有小胡茬的搜搜真的太可了，荷尔蒙满格，完全不在搜搜的水平。有胡子的徐凯，成熟稳重男人，刮胡子后高富帅少爷，你喜欢哪款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